哎，大家好，好久不见，这是顾天胜，目前在台湾，对，现在住在新竹县，不好意思，新竹县竹北市，然后我想练习我的中文，那也是一个目的，为什么我来台湾，所以我就想试试看，讲一讲，用中文来讲一讲，解释我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来台湾。所以我可以开始就是从我的工作来开始吧。所以我目前是在这个荷兰公司，那个荷兰半导体的公司叫做 ASML，然后他们是专门制造这个光刻的机台，会那个发光在那个晶片上创造那个微晶片，这些微晶片呢可以弄得很小，我们是唯一最强的这种产品，这个光刻的机台对那个industry 来说的话，我们是最强的，可以创造越来越小的电晶体。目前可以5纳米那么小，然后以后未来也是会更小，那个3纳米等等。然后你会看到以后的手机嘛，那个以后的电脑啊，都会越来越快，对不对？然后越来越便宜。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我们最大的顾客呢就是台积电，所以等一下，让我解释我的工作吧。所以我已经在爱斯摩尔3年了，已经3年了。然后前3年都是在美国工作，就是那个软体工程师，所以我就是专门写那个软体啊，就是可以让那个机台跑啊，让那个机台一直跑，一直那个发光啊，一直创造这些晶片啊。然后改成在台湾呢，就是变成你可以讲就是那个计划头，就是专门我们的顾客对，就是台积电嘛，然后需要有一个人可以。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机台有问题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可以马上回答，然后可以跟我们的荷兰的或者是加州也有那个工程师跟他们联络，让他们知道有这个问题，然后马上把它解决。这就是我的 role，这个计划头要办很多计划，然后联合。然后沟通，所以这事实上还是很多压力啦，但是不容易啦，比我以前的软体工程师来说的话，是更多压力了。但是，所以我让我解释为什么我接受这个 opportunity，接受这个 role。所以台积电呢，很有趣，他的绰号，他的外号，台湾人啊，认为那个台积电就是护国神山，就是保护国家的神山。然后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我也是同意这个意思啦。因为你看，今天的情况。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那个相处目前就是不太好，然后跟中国大陆跟美国也是相处也不太好，然后就是我们可以如何保护台湾呢？就是以后怎么可以确定那个台湾的自由？这个民主可以一直发展，一直留下来。
那台积电就是唯一世界上最强的这个晶片创造的公司啊。如果所以随时各种各样的产品那个牌子，如果你是有那个 Apple 手机 Apple 的产品，或者 Nvidia 或者是 AMD Qualcomm 这些公司，都是他们的产品都是用台积电的来创造那个就是都是用台积电，反正就是最专门创造这些晶片都是台积电。所以呢如果能够可以一直让台积电发展的话，比如说他们的 technology 事实上是比大陆的 competitor 可能你可以说是跳过二十年的head start。 所以如果能够一直让台积电发展，那就是我可以帮我的故乡，保护我的故乡。所以这是那个真的原因，为什么我回来台湾，就是那个爱斯摩尔他们也是有一个绰号，也是很有趣，也是叫他们是那个靠山，就是护国神山的靠山，那就是爱斯摩尔，那就是我的公司。所以对我来说，虽然这个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工作，我会越来越多白头发，但是我是感觉啦，我是认为啦，那个大部分的那个雇员啊，爱斯摩尔都是里面好像也是这个想法啊，不然为什么那么认真的工作到晚上很晚。我也是，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应该我得跟那个荷兰雇员啊同事啊加州的同事跟他们联络，所以常常会做到很晚，但是我还是没关系，因为这都是为了帮了保护我的故乡，然后也是可以保着那个世界的和平。所以就讲到这里吧。我下来会就是用英文来解释我刚刚说的话，然后我应该也会加多一点points 解释一下。 OK， 谢谢观察，谢谢收看，希望以后可以再见面。 OK， peace。